这场操演除了搭配工兵部队在滩岸设置阻截设施，也参考了俄乌战争经验，结合既有的地形，强化各式武器阵地，来达到抗弹抗炸的效果，提升后备部队在滩岸上防卫作战的能力。我也看到大家陆力合作之下，充分地展现阻止敌军建立滩头阵地的作战企图，顺利地完成这次联合反登陆作战任务。未来我们面对的威胁和挑战会越来越复杂，我们要预先设想复合式威胁的处境，拟定相关的计划，并且加强演练。巴黎海滩跟这个台北港以及我们的淡水河口呢，是我们北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要地。那么尤其巴黎海滩是可以从让敌人是很适合他敌人正规登陆的一个区域的位置。那么在结合了台北港以及桃园机场之后，在战术战法上面它会形成一个环形的一个登陆场，这个呢有利于它可以做一个行政下泄，然后兵力可以快速的来增长。那么这些状况我们研判敌人很可能会透过巴黎海滩突击上路。那么另外就是台北港的部分利用这个陆战的兵力夺取台北港之后，作为一个行政下泄的一个基地。另外就是运用这个快速的输据，而透过淡水河这个能够上路之后，经过万华，然后快速的夺取中枢。透过这些敌情的判断，那么我们的因应当然是由作战区这边来整合三军的兵力，